一位幼童要来背经，很厉害哦，三岁。好，来，啊，来，加油！这是我们那个国庆跟淑文的小孩，啊，叫火旺，火旺，啊，要来，他叫火旺啊，要像灵火一样旺盛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，在他全能力的穹苍赞美他，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，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，要用掌声赞美他，鼓声响起赞美他，击鼓跳舞赞美他，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。用大小的吧，赞美他；用高声的吧，赞美他；还有气息的，都要赞美耶和华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，他使我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灾害，因为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意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，常常我想要住在耶和华殿真中是道，我想阿们。很厉害。